12个优秀剧团，14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京剧、豫剧等剧种，各自拿出看家本领拼戏，邀请观众一同进场感受戏曲新秀们用热血成就舞台，以汗水书写青春。爱吃了够将近3、2、1我共三巡。国立传艺中心主办2023成功新秀舞台，六年来孕育出无数剧团新秀。今年由文化大学教授刘美芳担任策展人，他强调希望透过不同剧种同台竞技，让原本习惯单一剧种的观众能借此机会对其他剧种产生好奇。我今天来也许看到了京剧，也许看到了豫剧，看到了客家戏，我发现其他剧种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近百位演员把新秀舞台作为自己表演的生涯起点，开展出更宽广的艺术生命，透过资深艺师传承的戏曲功底，将戏曲新秀演员们淬炼成下一代戏曲接班人，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全新的生命力。记者游翔廷台北再通报道。